跳箱屎啊！找一下镜像啊，他从那个口子里面出来的。看能不能再碰见一个。快呀！我的天！这拿了不少的鸟啊。白表大银钻。也想开枪，应该派两个人救的。快点死了，这边还能再打一刀。哎，哑屁。
剑士废了呀，应该两个儿子都被打掉了。这你都敢翻呢？还有怀表，不着急。该死了呀！这边有人开局躲起来了。还行，回去了吗？应该有个人呢，这边就回去修了，应该佣兵。这里锤了一个修机最慢的一个家伙。
还行。点铁屁股了吧，这个佣兵。佣兵八成点铁屁股了，贼慢。这边我尴尬的要死，我操，真的尴尬。佣兵和调香师一挂死，全都放走了。还被救了。这是疯狂给人的机会哦。还有个人呢，这个是杰斯。哇，咻，
做了个球啊！麻烦，没治愈。来，金枪让他趴着吧。你也要求你哥哥都得欧皇呀，我一个宝贝就这个球，那不会爬到第二口了，那就尴尬了。哇，兄弟，这他妈都空！
还他妈等一下，我操！真的哟。刷的爽死了，我操！不知道，就是队友那边都打起来了，有点爽。叫我卡呀！同样的人，同样的瞬间，我的天！
后面蹲那个人是谁啊？胖子干嘛呢？可以，两万人在修，进行修。爬，接着爬。哎，这个家伙就是神炮，我不知道机械师在哪，特地送给我娃娃来报个点。来给他炸一下，看我在这儿，不是做吗？这是。瓜子，你哥！我靠！
还有这么多，好像一到这种火堆，我就钻视角，我就直接卡。啊，干嘛？救起来还是死了呀？这卡的我说不出话。 真实，先知，我电响锤哦，还有鸟。 应该是怀表弹，哦，加速！他妈的，屁我垃圾啊！这是，直接打吧。 电击，大船空姐，下来了。 接不到了呀！也接不到了呀！
船上吗？ 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这两个人有点东西哦。 你老慢慢玩，他跑不到了。
跳下去了。往里，快去追！这个儿子，不交枪啊！有的干啥呀？不是很懂。我机械石是个怎么操作？空气被打转了，可能不想摸。没有跟上去，
哟、哦。写 SAR 的香槟，我进一下里面去了。只要没人救他金像，我闪现就省了。我千万不要被救了。夜时修炼一台，凤凰斩。哦，凹一个，想太多了。那么救不救镜像了？不救镜像的话，我一定有闪现。没人救我，现在还是死。被救了，最后一秒。抓结石，
两个人当面膜。可以。起来了。欧不欧都无所谓了，这一局。该找鸡叫，鸡叫在那两个树中间。不行，得挂了，我要赶个末班车，放不了，放不了，放不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赶个末班车。